今天我们来编织一款漂亮简单的花样，六针四行一组花。大家把花样学会以后，你织帽子、毛衣都是可以的。这款花型呢，你织学会以后，到主页里面去看几大款的审品教程。审品教程只要你会织一款，你可以用我不同的花样去编织，非常的简单。好，下面我来讲解这款花型的编织方法。好，我们起针短线在左手边绕线过来，按住丝一声下针。好，第一针起好，第二针一样的方法，这样绕过来起针，继续往下起针，一模一样的方式，线不要拉紧，起到你想要的深数。好，第一行起针，我起了两组花，第一行先来排花，编针。好，我们织三针，上针，这里是正面啊，第一行的正面排花，把线到后面去，三针下针，把线绕到前面来，三，这样我一组花啊，你看编针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六针一组花。好，第二组花一样的方法，三针上针，往下排都是一样的，六针一组花，一二三四五六，所以第二组花，第二组花好以后，我是片织对针，我这边还有三针反针。好，我们两组花排好了，第二行反面编织，第二行是跟着织啊，如果你是卷起来丝，也就是循环针或者说三根棒针卷起来织，那么我现在丝下针的，你就在正面丝上针，我在第二行丝上针的，你在正面丝下针，这样反着织，第二行跟织，它是下针你是下针，上针你是上针就可以了。好，先到后面下针编织，好，留个边针在下一行织，第二行到第三行，第三行我们看啊，第四行一组花，第三行好，反针的地方我们一样的是反针，好，这里三针，三针下针，我们要是花型，是花型的时候三针，我们一样的把三针合并，合并的时候呢，我们是上针。好，把线针绕过来，好，空加一针。好，再不要不要划针啊，继续织。好，现在这里是三针了，再把线绕过来，再空加一针。好，现在这个位置我们丝出了五针，三针的圆针丝出了五针，把线绕到后面去。好，现在我们要把，你看我们这里一二把这一针，大家看啊，把这一针挑过来挂过来，也就是我们挂线的第二针。好，然后呢扭个方向，好，先把它换回去。好，这里就织好了，大家如果没看懂多看两遍这个位置。好，反针，第一组花就织好了，第二组花反针三针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次，三针合并丝反针，这个时候不要滑下去，再绕线空加一针，再来三针合并。好，再继续再绕一次，这里丝出五针过来啊，三针丝出五针。好，把线，我们把线绕到后面。好，把这条线挑过来，好，然后呢把它转个方向，转过来挂上去。好，就织好了。好，两组花我们都讲解好了，我们来看第四排的编织方法。好，下针编织。好，这里上身编织，我们要
花型的上针，这里我们是上针第一针，然后第二针，好，这里我们三针把它合并为一针。好，这里我们就织好了，你看一样了，也是三针啊，针数没有变，也是三针。好，下针编织。好，这里织一个上针，两个上针，好，三针合并为一针，下针编织。你看第一行花我们就织好了，下一行我这里讲解下一行，下一行我们又找到它的循环点，又跟第一行一样的编织方法。好，三针反针。好，这里三针下针，第一组织好了，往上三针反针，三针下针，反针编织。好，第二行花的第二排，这里跟织。好，这花型里织，不管是毛衣还是帽子，都非常漂亮。而且我觉得很简单哦，新手这款花型新手学起来一点都不难。大家只要试过一次毛衣，可以在我的主页里面去看很多的花样教程，然后把它织到毛衣上面，非常漂亮的。好，这行我们织花型。这里我可能讲的速度稍微快一点啊。对呀，仔细看，三针这样合并起来，好，织一针，空加针，好，再加一次，好，第一组花我们就织到这里，然后呢，把这一针挑过来，好，让它转个方向，这样挂过来，好，我们来织第二组花。我讲解两次大家都懂了，不管这新手老手，这款花型学起来很难。好，三针合并，合并的时候记住我们要是上针，像这里的花型的立体感才会强。三针四针，好，挂线一次就五针。好，把这一针给它挑过来，好，再转个方向挂上去。好，这里反针编织。好，我们再把反面这行织，织完这行以后，整个花型就长两边就演示完成了。好，这里反针编织。好，三针合并。现在到后面去织下针，松细线织也非常漂亮。如果你用粗线织的话，这款立体感就会很明显啊，很强，但是细线织起来也很细腻，很漂亮的。咦，这里三针要合并啊，不要织错了，三针要合并。好，我们来看正面的花型，看我讲解了两遍。好，非常一个简单的花型，我们就讲解到这里。你大面积去编织，不管你用什么样的颜色织起来都是非常漂亮的。还有不懂的，在我评论区上面留言。好，这花型我们就今天就学习到这里。